Thank you.
澳洲要开多久？一个14天左右。啊，14天。14天啊，半个月。没有半个月啦，两个礼拜而已。两个礼拜啊。那这个是你的工作？对啊。不是兴趣哦。兴趣跟工作。哦。对干的话，可能就要战争了。可是这一种更加对啊，他那个船钢制的，上钢上和下钢上，所以它可以碰撞。可是最起码你拿这种船去跟人家对峙，最起码不是我想战争的意思。可是如果
果你拿军舰跟人家对峙，我想打你。